这8块钱一份有多少个呀？27、28。呀，27、28个呀！嗯、哎呀，8块钱，27、28个水饺，这个物价啊，你在全国哪里还敢想？是真的，而且还是手工水饺啊！你看，你敢想象，这一碗才8块钱，来给我就好了。哎呀，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我们今天再来点这个瓜干酒啊，地瓜干、高粱、小麦、临沂当地的一款酒啊。哎，我们不喝多啊，每次都喝一点点，就配着这个下点饭啊。很好的一款口粮酒，看。山东大集水饺摊，看这个环境接不接地气？水饺哈，哎呀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多少钱一份了？现在水饺？这个猪肉芹菜的10块。猪肉芹菜的啊，嗯、肉馅的。啊、嗯。还有素的吗？有。素是什么馅？韭菜、鸡蛋、加水的8块。啊，韭菜、鸡蛋的是8块。嗯。哦，都是现做的哈。嗯、哎，我看一下。韭菜鸡蛋的8块，肉的是10块。哎呀，这个小摊生意还挺好，你看。这个山东大集有意思啊。哇，你看这草。我看一下，我待会儿要一份。我们来瞅一瞅啊。哎呀，就是。哎，这是昨天刚下过雨，你看。全是水啊，地上啊。韭菜鸡蛋啊、哦、这个是芹菜肉的。羊肉的还是猪肉的？哦，猪肉的。芹菜猪肉的，哦，都是手工现包的哈。哎呀，现在8块钱，还能吃到一份手工水饺，谈想象啊！是，这馅儿也都是今天早上来了之后现和的吗？这里头后天做好啊，这个是昨天就和好的啊，那这个就是现和的。这哦，这是现和的。哦，现做来不及是，啊，肉馅要先昨天现和好。你看这个是，阿姨在这个擀，在这边包。哎，你这小摊儿1、2、3、4、5个人呐、啊。嗯。哎，五个人，挺好。哦，还提供了有蒜，你看，哇，这么大一份。这一份就是肉的哈，对，这就是10块，哇，这个分量大哈，你看满满的，哎呀，满满一盘，你看这个是现摘的韭菜哈，现摘韭菜，是，哎呀，这个真的真好，你看几个大爷在这儿聊聊天，然后摘个韭菜，包个饺子，包个水饺，哎呀，真好。真好，这个现在有吗？没有的话就先给我包，我要我吃一份。哎，给我包一份吧，行。哎，好嘞。早上几点就过来了？我记得是5点。哎呦，5点，天刚蒙蒙亮就来了。天好，看到。哦。哦，今天下雨来的还是晚的。哎呀妈呀！而且正常你说，4点多就来。平常你很晚就得出来。4点，哎呀，那你们家离这儿远吗？就在这儿。啊，就在这附近啊。啊，那还好。哎呀，那还好。嗯，是。现包水饺，这个真的好啊。看得见的干净，看得见的卫生啊。韭菜还是刚刚几个大爷大娘在那边现摘的韭菜哈。哎，你包。快呀。哎，两个人包快一点。哎，还穿着雨鞋哈。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下雨哈，滑雪。哎呀，是。来，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啊，确实是下雨啊。受这个什么杜苏芮的影响啊，这边也是下了整整好几天的雨。你看这，今天太阳刚露出来，但是天依旧是阴的啊，阴沉沉的。啊，这个小摊也有感觉。我们曾经前年来过一次啊，这大爷是不出摊了吗？怎么全是草呢？有一个炒菜的大爷跟大娘啊，应该也70、80岁的大爷大娘，在这边出摊，用这个树桩啊围起来的一个棚户折起来的一个小摊，不出摊了。来，我们问一下大娘，是不是不出摊了？哇，你看这就是出锅的一碗，真是满满冒尖的一碗啊！哎呀，冒尖的！哎呀，真好。这旁边原来有个炒菜的大爷，他现在不出摊了吗？
没出哈、啊。我看这上面草都长了很高了啊。嗯，不干了，现在烂。不干了。嗯。哦。是。八块钱的水饺。夏天还好，你如果冬天的话呢，其实，起早贪黑啊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然后冬天这些集上的这些出摊的大爷大娘啊，就是来卖东西的啊，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。韭菜鸡蛋，这韭菜不是自己种的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啊。我们上次在哪吃的韭菜鸡蛋？韭菜还自己种的，有些还是。啊，你们这还种地吗？现在？寥寥的啊。哦。是。不种地也挺好，不种地的话，就是逢集的话，有集在这边做个小生意哈，多多少少挣一点。你们这一个摊儿，我看有，算上那两个大爷大娘摘韭菜的，五个人。那你这五个人一天能卖多少份啊？嗯，他两个就玩的。玩的。啊，就你三个人啊？那两个人就是帮忙的。啊，来玩的。来玩的啊。那还好。看，有一个小风机啊，你这还有电哈。嗯。哎，能插电挺好。能插电。哦。这八块钱一份有多少个呀？27、28。呀，27、28个呀。嗯。哎呀，8块钱，27、28个水饺，这个物价啊，你在全国哪里还敢想？这真的，而且还是手工水饺啊，是真的是太有感觉了。这个地方，农村赶集就是吃一个实惠啊。以前我看还是用的这个炉子啊，可能下雨啊，引火不好引啊，就是直接用这种小煤炉了。哎呦，加了两个，哎呀，嗯，哎，这一天忙的时候，这一天能卖多少碗？也没有数，反正有时候多卖，有时候人多多卖，人多少卖。哦，能卖100碗吗？卖不上。卖不上啊？哎呦，确实。做不出来。做不出来，最主要是做不出来。嗯。是，由于他这需要。手工现包啊，就这一点就影响到这个效率了哈。而且就两个人在那边包也是。哎呀，一天哦，这个水也是从家带过来的，这也是真不容易啊。是，不下雨还好，下雨的话还要搭这个伞啊，是，也不容易。怎么不用这个炉子？我看这有个炉子。这个慢，还没有这个快。哦，这个煤炉快一点。是，行，速的应该快啊，下去一两分钟应该就好。嗯。哦，这是一个什么？哦，捅一下煤。嗯，这个更快一点。嗯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出摊啊？都出啊，啊！这年疫情不叫出吗？哦，是。不疫情就出。是。哎，掉了。你像你们在这个地方摆个摊儿，会有市场来收费吗？要。没有，都不收。哦，就都不收费啊？哎，那这还好。啊，关系不要。哦，这不收费还好，还卖这么便宜，还有点利润。你如果再加上摊位费，那就没有利润可讲了啊。都不休啊，那还好，哎呀，那还好，哎呀，真的是山东人也好，朴实啊，用的东西也好，环境的话呢，就是这种纯天然的环境啊，而且这个是，怎么讲，没办法，下雨的话就下面会有水，你如果全部给它垒起来的话，那成本就高了。这个布是今天现来的时候搭上去的，现在就穿好了。啊，那这收摊还要把它去掉啊？哎哦，看，因为今天可能有雨啊，防止有雨，搭了这样一个棚子。是，韭菜鸡蛋，
一份才8块钱，27、28个，啊，你们算一下这一个菜，啊，一大碗啊，是，是。没事，这个韭菜鸡蛋稍微一滚就可以了，应该，嗯，好熟这种素的哈，嗯，这个集上就咱们这一家卖饺子的，嗯，哎呀，这是，耶，你看这个，看着就漂亮，你看，你敢想象这一碗才8块钱，来给我就好了，哎呀，再给我来一点点饺子汤，哎，我配着饺子汤喝，哎呀，这感觉。哎，刚好我们坐这儿。哎，这大爷哦，还没吃完，你看暖暖一碗，来坐这儿吧，坐这儿。哎呀，超级大的啊，比市场上买的所有的饺子都大，饺子馅儿。哎，哥给我搞了啊，好嘞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好嘞，谢谢。来碗饺子汤。哎，来，我们找个小凳子，小马扎。呀，摘的还很仔细啊，大爷，你看，所有的小辣叶都摘掉了啊，仔仔细细。哎呀，小马扎自己拿。哎，这有一双筷子，一双筷子，还有小碟子吗？哎，有小碟子。我看还有蒜呢。这个是炸好的蒜，这个是吧？哎，好好好。你吃的是素肉的啊？哦，肉的比素的贵2块，但是肉的，有人喜欢吃肉的，有人喜欢吃素的啊。你们赶集在，就是喜欢吃肉的还是喜欢吃素的？我点蒜汁，配着。哎呀，这个生活真舒坦啊。一镜到底，这全部收看11分钟啊！来，我把手机放这儿啊。哎，哎，哎，呵呵，哎，哎，这应该能录到哈。好，买的煎饼哈，哎，筷子还用反了，反就反吧。哎呀，把这个碗挪一下，这大爷的包，蘸蘸一下这个料，还给你弄好的这个料啊。嗯，一口下去就是新鲜啊！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我们包里还带了一瓶酒，哎，花点酒。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。我们这瓶酒看能喝多少顿啊？这个酒，当地临沂产的，这叫瓜根酒，然后里面有地瓜根，然后高粱、小麦、玉米，没有其他太多的成分。1、2、3，看，哇，这感觉太好了！来，我们，干嘛去？逛逛啊！你坐车里去要不行？到车里坐着。
哎呀，热。哎，蘸点这个料汁啊。分量是真大呀，8块钱，刚吃了一个。炸的这个蒜汁也好，一口一个，还是很大的这个啊，相对来讲。韭菜、鸡蛋，有点烫来了。这个包的还挺好，没有太多烂的。我包饺子很多都是烂的。走着。甜咸适中，也不太咸，刚好。临沂产的瓜干酒啊，我本身是不怎么喝酒啊，喝一点酒就脸红，然后上头，第二天头疼。这个是反正喝了两次还挺好，入口还挺顺啊。哎，这个是很顺口，主要是还不贵啊，20-20块钱，还是99.96元包邮。然后你喝一瓶，如果觉得这个不好喝，把剩下的退过去，99.9元包酒还给你返回来啊，这一点就看到厂家的诚意哦。好吃。来壶这个面汤。最解渴的汤啊，我感觉不是这个白开水，我感觉就是饺子汤最解渴，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面粉的味道啊，跟白开水不一个味儿。你看，我看一下大，那两个大呀，饺子又酒越喝越有啊，又来了两个大呀。喝瓶啤酒，吃完水饺，这生活真美啊！看，行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啊。山东临沂青驼大街，有想来的可以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啊。